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绝对玩 DN， 今次我哋穿过呢一个洞穴啦，要哇26咧 ，OK 喎、哦，天平牛，喂、哎，似乎听从命令玩紧啲咩喎？揾石板咯，系啦，上次讲到就系揾石板呢一度，然之后就有个另一个首领啦，诶，呢、這个应该同佢打。星星果，好，野巨人用焊穿揾呢个石板，哇，几好喎，有剧情感，有剧情感，系啦，系啦，绝对话呢一个狮子有啲咁特别嘅剧情，即系有呢个画面移动嘅效果，你系妨碍者，跟住间妨碍你新造嘅人只可以用暴力咧将你完蛋啊！想啦，野巨人，臭角，哇，该死的鬼火，偷你嘢先，冇嘢偷，唔系嘛？死穷鬼啊！冚死你，冚死你个死穷鬼！偷都系冇嘢偷，真系可惜。穷得太紧要，佢真系飞失踢。要冲你浪啦、啊、！OK， 快通知其他新组成员同埋贝托大人有强大的妨碍者啊，进入呢个备战状态。哇！用行路过去啊！我仲有其他精灵未用嘅，拖一拖你都会得嘅。我围攻咬，围攻嘅话，算啦，用火咬咧，火苗定火苗啦吓。哇，报恩黐线，一招报恩打到咁痛，围佢先。地震啦，叫催眠术，食梦，奇轮奇剑啊！哇，奇轮奇用报恩。我仲谂住骑一骑佢用特工咧，呢只蜻蜓 ，OK， 加速特性，夹屎啊，臭虫，输咗一个，我仲有千千万万个，唔好睇小新组嘅力量啊！哇，好多人啊，俾我喺呢度搵石板咧，真系非常之攰啊！非常好呢只化飞都得嘅，化飞，哇，飞天。魔法叶片啊，其实冇乜所谓嘅，原始力量同埋呢个魔法叶片都系一样。剑王冲浪，其实都唔使剑王。冲浪车死你啦！先回个血先。其实咧，我有谂过咧，练呢个游记拉，因为之前捉低啊游记拉就系啦。其实我有谂过练游记拉嘅。但我见雪童子个样子又好过瘾，因为佢闪光啊。好，因为捉呢个游基拉咧，就可以整即系天气队啦。咁就用埋可以用我只嗰只叫做泥鳅系啦，嗰只泥鳅咧都可以有一个效果用到。冚你！哇，音速拳转重先。另外，如果组呢一个游击即系班吉拉嘅队咧，就可以破，即系叫做天气队啦。但我自己真系唔熟天气队，完全未用过。不过都叫做可以打低嗰啲咩一血嗰啲啊，同埋气息腰带嗰啲。最紧要系打得一血筋嗰啲啊，气息腰带嗰啲好鬼麻烦嗰啲就系、是。吓、啊，咁都俾你睇到我，居然喺新组嘅封锁范围咧随意走动，真系大胆啊！咁犀利嘅，咁都睇到我嘅。带咗追击镜喎，带咗镜我睇嚟噶。好，小王地震啦，大家都用地震。海牛兽地震啦，逐流。OK， 呢度梗系打单打啦。好，喂。又系你啊！睇嚟咧好得闲，新做嘅嘢都嚟搞事。只可惜啊，我对嘅嘢冇兴趣。如果阻碍到我前座，我就打低佢。你都一样，我乜都冇阻过，边有阻到你啊？我你唔好有急动拳啊，唔好有结冰啊，怪力恶泥浆爆弹啊！哇，唔中！我的天啊，居然唔中！佢嘅液态尾巴咁易中。
假死啊！黑暗妈，叫用，完蚀啦，完蚀啦，唉，顶唔住，火啊，火啊，火啊，冇啦，电鬼，风呢个电风扇哦，冇啦，空气切割，死仔爆，用埋晒啲电鬼呢啲 ，OK。连打双打嘅事嘅时候，我哋都要阻碍我一只震者。好，怪令我菊花啦，梗系用，唔使讲。叶片呢度用呢只啦，咬撞死佢，撞死佢，撞死佢。电鬼，电鬼梗系呢只啦，系咪？哦，你以为我会用地震？梗系唔会啦，梗系用水技打佢啦，因为佢飞行啫嘛，漂浮啊，浮空状态。切，好似唔会随便输喺度。你个运气又再一次帮到你，下一次冇咁好彩啦。顺便讲样嘢俾你啲，我喺情报反得到噶。新组呢个组织咧非常迅速成立啊，时间唔够一年，已经知道咧干部有四个，咁咧分别咧落流、灵马、贝托、干部，最后一名仲有一个未知，首领都系唔知嘅。另外新组呢段时间咧，不停用各种秘密方式咧招集啲比较劲嘅训练师。不过对我嚟讲咧，新组咧最终都系火箭兵团成为一个废柴嘅组织。佢装我就痛快咁做低佢哋。好，一知道咧有人咁对我哋嘅行动进行捣乱咧，我就唔淡定。咩叫唔淡定？淡定啊淡定？呢、這个咩啊？唔淡定系咩意思啊？慌张又话唔淡定？真嘅。新组咧有四个重要干部，佢都好强，各有各犀利之处。睇嚟我真系要谂咧，用天气队好啊，定系普通集队系啦。不过天气队有样嘢就系麻烦咯，系啦。其实都唔算嘅，如果熟嘅话就好快搞掂。不过我唔熟，我一次都未玩过天气队，我谂落，即系天气队好麻烦，我觉得。啲雀仔照用冲浪啦。搞定！喂，大镬，打双打，玩重要石板。哦，原来引起警戒系你啊，就呢啲程度啊。落雨，冲浪先，之后换菊花。哇，死仔爆啊！点打啊，大佬？魔法热点、哦，偷袭必中技，唔要。好 ，OK， 地震光合作用，哦、oh, ，唉，自己杀咗添，杀咗自己添，唔紧要啊，好，哇死咯，嚟张爆弹打呢只鸭啦，之后用火苗打白海狮。咬咗白海狮出嚟，哇滚水，仲要麻痹咗呢咩只嘢？剑王先，呢度用头突打白海狮，亿万吸收，先头突，哎哟，用地震，哇亿万吸收啊佢。哦，冇啦。好，再嚟啦。佢一定要打双打，冇办法呢度，系必须要打双打。地震啊，唔得喎。诶，唔好啊，照地震啦，照地震。呢度换菊花，之后用冲浪啦，光合作用。冲浪魔法叶片，反正都死了，唉，算了。呢只跟住用剑王头突打呢只，呢只咁嘅嘢一定要打死佢。哇，烧伤唔系嘛？冲浪
系咪好地震好啲？地震，哎死啦死啦死啦，烧死埋。Hello 家，牛蛙君仲要咬只水衣背头弹打水衣背。哎好啊好啊，铁盒弹，哇仲有只咁嘅嘢啊！黐线打唔赢我呢个双打睇嚟，哦呢、這个双打有啲难度，我都我咪有个加速度啊！睇先，专外围巾系啦，专外围巾，唯有用专外围巾啦，只大菊花用专外围巾，之后用魔法叶片打啦。OK， 就咁啦，试一试。跟住用冲落呢个用魔法叶片，哇暴风啊！呢只冲浪头突打只水衣背，哦瞓觉呢度转只黑路加头突打呢只。融化，再转做地震雨，再用头突。OK， 唯有咁啦，唯有咁打啦，冇办法。而家有气核弹嘅，我冇得走喎、啊，但系呢度剑王先喺度头突打下瓦棍，系好波，费事烦啊真系，漂浮泡泡。漂浮泡泡而家变咗水系，照用地，照用泥浆打水衣背啊，头突打泡泡，电磁波，好撞啊 ，OK， 泥浆爆弹呢度照打啦，都死啊呢只。都要死 ，Hello 家，泥浆爆弹狠咬 ，Good， 好嘅，揸一只系嘛，系咪揸一只啊？揸两只，泥浆爆弹咬，好惊添啦，赢啦嘛，唔会一打二都赢，都输啊喺度。虽然我系乌鸦后啫，但系应该唔会嘅，我谂。点啊点啊，赢啊终于。哦，唔惊，正反，预知未来。你点会识预知未来啊？你个样咁呆，预知未来，笑死人咩？哇，居然有下集人等，哇，要单打喎，要单打我都有啲机会啊，同你讲，粉我门啊！吓屎啊！拉达，哇！大雀，好在落雨啫，出面，哇！背心一击啊！我的天啊！好，背托弹冇咁易输，背托弹咧最强实力嘅，咁佢系边？好，呢度冲浪，呢度就梗系换翻只呢只先啦。啊！电磁波，哇！超痛，唔紧要啊。出嚟送死啊！呢只唯有 ，OK， 光之壁喎，唔使啦，光之壁用 Hello 噶，哇，咁咪冇得用技咯，而家直头冲浪啦，冲浪之后转大菊花，莽撞，哇，佢条友啊，咬只大嘴雀。原始力量打代龙，哇咁都唔死，咁我要死嘅应该。液态尾巴，哎呀，只可以用原始力量，唉死啦咁我要死了又，绝地反击，冲浪，魔法叶片。哇 ，OK，
呢度照用冲浪啦，但系唔好嚟，唔好嚟只大菊花啦。哇，网状啦、啊、有用，个死仔包有用网状。好唔紧要嘅，呢度剑王先，跟住就去打只雀。剑王 ，Oh my god！ 好唔紧要，呢度咬袋龙头特打大嘴，液态尾巴。冚死你啦，袋龙肯泰罗，偷佢嘢先肯泰罗，哇冇嘢偷，死穷鬼啊，惊啊，仲唔惊？唉，终于打赢啦！哇，又有剧情唔系嘛？呢只系其中一个妨碍者系嘛？系又点啊？边个嘅阻我去路啊？口气好大啊！咁你系要将我打低啊喺度？呢就系你要讲嘅废话啊！好，但系你啲咁嘅弱鸡角识多一个都冇所谓啊，就好似洞口嗰个啊，你真系谂住全程睇戏啊？喂，唔得咩？唔可以食花生咩我？啊，被发现添，就系呢啲咁嘅低能仔啊，唔俾人发现先奇啊！好，倾够未啊？你两位妨碍者一对一嘅话咧，热身运动唔上，两个一齐上。虽然唔知道你咩浑身嘅优越感啊，但系输咧就好似狗咁走啦。哇！我一早上打呢好耐啦，同你讲偷嘢先。你以为我会偷雷超同埋灯笼鱼？我梗系偷怪力哥啦，傻嘅咩？喂，有大事过，哇！帮我回血添，喂正喎、啊，喂，不如试下我系咁偷嘅嘢，今集试下先。我突然之间有铺咁嘅人。有铺人就系想偷下啲道具，偷下啲同伴嘢。嗱，而家知道佢第一粒系大树果啊，第一粒系大树果嘛。OK， 咁啊一路试耐，睇下边一只边一个道具咧系最好用啊，跟住偷多几十个用。大树果其实都唔算话特别有用，我而家有冇钱啊？得个20000，一阵食多次之后再翻去买埋啲嘢。好 ，save 先呢度。少年你太年轻了，你以为我系帮你嘅？其实我两边都唔帮，我只系负责偷嘢嘅啫。好，佢嘅大力个系呢一个咩啊？大树果咁样嘅话，咦？我呢只嚟噶，唔紧要啊。地震啦、啊！杀咗怪你过佢，好波扭拉喎、啊，扭拉唔知咩道具咧，好想知添。换先换先，闪电喂冇死啊！唉死咗添，黑暗猫、啊、偷嗰只黑暗猫去先，我冇道具喺身啊，冇啦，啱啱食咗个大树果，偷佢嘢，偷啲咩啊？哇冇嘢偷，仲有电鬼、啊，试埋只电鬼先。喂搞错啊！佢成队嘢得只大力鳄有用呀、啊，即系大力鳄有嘢偷呀、啊。唔好同我讲笑啊！雌龙王、剑王、逐流，哇死仔爆啊！唔够佢打添呢度，哇毒弹添仲用，冇啦唔够打了，唔够打。咁我话真系冇嘢偷啦，其实出嚟偷嘢啦，其实我估唔到佢即。一只咁嘅大力，我得个大树果，起码俾个命玉嚟啊！威吓特性，头特打得龙鱼啊，放电，哎麻痹添，好上啦扭赖，偷嘅嘢，哇搞错啊！大树果撞车雷超 ，Oh my god！剑王地震，咁嗰把真系冇嘢偷都系，都话水泵地震地震啦、啊、，OK， 赤龙王冲浪啊，亿万吸收，睇下边个劲，睇下你死先定我死先，哇有机会系我死先啊，喂好在啫。哇，仲有只 3D 龙啊？唔系嘛？边度打得赢啊？咁冲咯，
仲有足流啊佢。原始力量啊唔得，得一招技喎。好快叶片啊！信号光速，冇了又要死啦！咬只超呢只，系咯，边只都死啦我。